停车了，所以我打算给他们做阅读，然后买了这种很可爱的小工具，然后顺便给你们看看他们平时是吃的那种绿色的糊糊是怎么做的。因为今天在做打饭而已，所以就没有化妆，一般在外场就需要化妆，但是我今天是在内场，所以就不需要化妆。然后这个就是，这个里面就是他们的糊糊。一般来说，像瘦瘦和默默他们是定了量的，每一顿大概是，每只100克左右，就是这种糊糊。看，其实这个里面是竹叶粉打成碎碎，然后加了很多玉米面啊那种精料，然后呢需要加水和一下，然后每天在这边和这个的时候，同事就说我是在玩泥巴。这里面，大概和完就差不多是这样子，然后再用模具试一下，小模具试一下。这个模具是小爪子，超可爱。去拿个，装一下这些小月饼，看脱模好不好看了，因为。这个压完膜还是需要去，屁股怎么好看？压膜它是需要蒸熟的，再试一下下。好的，来，这个还不错，然后再做两个。兔子和小熊的差不多了，哟，这个有点磕不下来，哼，这个倒是成型了，两个都磕差不多刚刚好，然后就需要上锅蒸，好了，水加满了，然后呢，一般就是蒸半个小时左右，它就。可以吃了，半个小时后见。时间到啦，不，那不会，粗太大了。嗯，看，还不错哦。小爪子，看看这边冷一些。然后就是他们两个的碗，还有咱们星座，这个是小熊的，五十二克，烫。这个是爪爪的，100克，这个是瘦瘦的，拿个兔兔的，然后再拿个小熊爪的，98克，那么就把这个切开，兔兔的，超级可爱，把它上起来给弄新月饼啊。哇，瘦瘦，急吗？同事帮我喂饭，两个人会打架。这个，哎呀，默默好着急啊！好了好了，吃饭了吃饭了。喂，吃月饼。吃默默吃饭的都行吗？瘦瘦可以。去看看瘦瘦。吃兔兔，来吃兔兔，我们。吃冰冰。好了，答应我，来握个手。月饼，嘿，果然还是最爱水果。嘴巴里的还没吃完，再来一口。
好吃吗？只管吃。啊，太可爱了。啊，是啊。好啦，自己乖乖吃哦。啊，还有苹果。拜拜。发型微妙。这边。你怎么咬我手呢？哎呀，都是先把苹果挑着吃完。嗯，吃兔兔。